拍照，然后我还没吃东西，肚子超饿。这里有香蕉，我觉得它可以带一堆东西，我没有办法。我们一个后背包就很吃力了。还有泡芙、水果，还有披萨。哎，它咬我的毛哎！刚才发生了一个世纪大战，就是呢，我们家的两只狗被一只流浪狗一直突袭，然后我们的披萨被踩了，也不能吃，然后帐篷里面也全部都是尿，这里面都是狗尿 ，Nope， 臭到不行。我想说把它放走，不如直接把它绑着。我们等一下要走的时候再把它放开。我要给它水，又给它食物。抱气，嘴巴闭起来。我可以再换十个小孩给我，我让他们20个都勾出来，那我也不要这样。开心麻花节经历了一番。哇，好累啊！我已经快死了，接下来都不来帮忙，只顾着摄影。你们都不要给我去看欧丽的影片，都不要看。结束，所以下次不要带狗，下次不要带年长尾，下次不要带狗，再模仿一次，不要，你很怕我那么丑的样子，他想要看我呕吐的样子。没有一千，我顶了10分钟了。然后第三个，好，假装有火，哇！生日快乐！耶！这边超漂亮的，一个宠物包。这边是山丘大湖最公园，然后有超多人的野餐，这边最多人。西瓜甜不甜？我们现在准备要离开了，然后准备要下大雨了。乌云密布，原来月美姐帮我绑这样子哦，我这样超像阿尚的，我以为她帮我绑一个高低马尾，结果竟然帮我绑一球，以为在家里哦，月美姐，不要把我当成一个阿尚，我帮你绑的什么东西？今天刚来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说。那个阿姨拉这两只狗根本就拉不动，然后她说阿姨就是这个，我撤，我们现在回去了，但是发生了一个问题，一个怎么了？电瓶没电了，傻爆眼，烂生日，真的是烂生日，韩系小哥哥。我们现在呢，准备要去配眼镜，然后配完眼镜去信义区吃饭，然后去看电影。
Let's go。小王坐好。等等。好。